原标题，他为官勤政，受民爱戴，可升官之时却被百姓所阻，不知是喜还是悲。在古代，作为老百姓最大的期望就是能碰到个勤政爱民的好官，因为好官不贪赃枉法，能为民做主伸冤，惩治那些胡作非为的地主，巨骨和恶霸。可是在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位好官，他为官勤政，受百姓爱戴，可是当上司要给他升官时，却被当地的百姓所阻拦，最终一辈子都窝在那个小小的县城，做他那小小的县令。他就是西汉的焦干，季纳克，或作焦贡。焦干是河南商丘人，虽然出生于平民之家，但自幼发奋苦读，涉猎广泛。后来他一边教书，一边研究易经，并在易经中得到了常人所不能发现的奥义，这也让他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，经常为当地百姓做些善事，为当地人所称颂。梁晋王刘定国看到焦干受民称颂，又能未卜先知，对他十分欣赏与宠幸，拿出自己的钱来让焦干学习易经，供其自用，另辟易学。等到焦干大成之后，被刘定国任命为自己封国内的郡吏。汉昭帝时期，经梁晋王推荐，焦干调到小黄县做县令去了。那时小黄县盗贼成起，非常猖獗，上任县令围捕了好几次都没结果。做了小黄县令后，焦干便将他那未卜先知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每当盗贼想干些勾当的事时，焦干便提前派人在盗贼作案的地点上早早的蹲守，等盗贼一犯案，立马全部逮捕。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围捕后，小黄县的盗贼再也不敢在此地犯案，纷纷逃往别处，小黄县的治安因此也大为好转。路不拾遗，焦干为官勤政，爱恤民众，培养贤吏，又用其善战之术化形县中，为郡县中的百姓办事，因此他深得民心，受民爱戴。后来由于政绩突出，刘定国准备对焦干迁举于升官。当小黄县的百姓听到焦干升官的消息时，哭天喊地的阻拦，还三老官署接上书请愿，致意挽留。朝廷与刘定国也只能顺从民意，让其续留在小黄做县令，最终死在了任上。倘若焦干升官了，管理的范围也就大了，能照顾的百姓也就更多了。可是小黄县的百姓却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当焦干的升官之路被小黄县百姓所阻时，不知道他是喜还是悲。可能这就是人性自私的一面吧。喜欢的话多多关注，多多点赞，多多收藏，转发和评论，谢谢。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，欢迎品读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